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欢迎来到 Rift 2耶！为什么你变男生了啦？我现在是什么生？女生啊？还是一样？是啊，设定过，我设定过啊。而且看我名字，你看这边有个塑料，快勾！不要不理我啊！你赶快勾啊，免得等下像 EP1 一样直接死掉。好，我们这次学聪明。我们都是学聪明的，我们现在很会用这根东西，好像对，可是看起来是还是有待，好像是还是有待加强。快了，我们两个人呢，我们怎么可能活不下去？太屁了吧，好吧。没关系啊，我先逃了。自动吸附功能。这个水瓶到底是勾到什么东西啊？塑料吧。哦。他勾屁哦！我要勾那个，再勾这个。对，是塑料，没错。我帮你解答哎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板子也是塑料。这么远，我勾得到吗？勾到了，多勾一点，尤其是木头跟那个棕榈叶。哦，你别跟我吵不好了，你很奇怪哎，勾你家的啦。现在是弱肉强食的世界。弱弱是怎样啦？弱弱随便啊。Yes, double kill。都是塑料，我可以吃塑料长大吗？想必很难。赶快多勾一点，等一下那只鲨鱼又来闹。尤其是木桶。木桶我给你勾，你赶快盖十口。好。勾到甜菜根。甜菜根哎，这不是麦块才有的吗？拜托，现实也有甜菜根，好不好？你没吃过？我好像没吃过哎。哦，你这个人就是不吃菜。要飘到岛屿上了哎，我们可以在岛屿上歇一会吗？可以休困吗？长那么丑。真的要到了哎，这个现在 ending 了吗？可以上来哎。从外面飘走，不会吧？我觉得会哦。红色花朵，它剪上面剪花朵哎。不是，船要走了，船真的会走。快点，我赶快尽快收啊这些东西。收到什么？快点回来哦，船要走了，船要走了。哪里？快点。好，等我。哇，中了啊！快点游过来。丢！你知道你看屁股沿着一条线，然后尖了一个。你现在是怪我的屁股吗？我没有。我的屁股惹到你吗？啊！就在你屁股尖一条线，然后连一个桶子，奇怪。所以你现在是怪我的屁股喽？没有。你现在是嫌我屁股很大还是怎样？先给你屁股。远方有一个。那什么啊？猫窝，猫跳台啊！这猫跳台也不错。而且捡完东西会淹下去。谁？那个东西啊！我要不要冲过去？你确定有鲨鱼哦？冲一波！奋起湖，跟奋起湖比试，你不要，你他妈，你是不是收了多少广告费？我要抽成啊！你这样讲，我要抽成。啊！快点啊，要飞走了啦！我在海中，咬第二次，其实鲨鱼咬蛮久，咬很久才咬一次，还 OK。那一只还年轻啊，那一只，他没看过我们死掉又重来一次。还是其实这游戏根本就不会死，我们是白自杀了一次。啊？会死吧？我不知道啦。哈，绳子四个，那我做多做点。做塑料没有？我做一个小土盆哦。好。可是我还是没有碎片，我还是没碎片。这不能给人家碎片，我放我的对面。我不知道碎片是什么啊，不然你尝试看看把碎片，不然你做那个，你负责做那个炉子，那个小简易火炉。简易火炉吗？对，简易火炉，它只要一个碎片就好。简易烤架啦。对对对，简易烤架，因为我现在有鱼。那后木板哦，做后木板。棕榈叶小盆土。好，
啊。然后 ，OK， 我种土豆、哦，还有种甜菜根，我都种好了。Good， 好了，种好了。Oh yeah， 睡啦。然后烤鱼，烤鱼有没有成功了？成功了。这有食物了，十种腐蚀物。那我继续钓鱼，我继续钓鱼。先生，你卡须吗？有晚餐吃哦。那没有水喝嘞。哇，不用喝了啦。屁啊，会死掉。那你那那你先坏掉是不是？让我光子坏掉。那那再做一个啊。没有，他突然收不起来了，笨的。哇，欸，我很多鱼欸，这鱼会不会烤焦啊？没那么笨吧？哦，抢又抢哦，几岁了？23。欸，我帮你烤鱼哦，我帮你烤鱼。好。有没有叶子啊？我现在缺叶子，我来做一个那个过滤水用的，是什么，啊？棕榈叶，我棕榈叶还需要两个。我现在很暗欸，有没有办法点火？有火把吧。哇，没想到鸟也会来吃种子欸，这个要注意欸。对啊，这不注意不行。而且不是那个，它会，而且它种植东西，它需要用到烧过的水。我这要死。你的棕榈叶有多少？你会把棕榈叶给我？12个。那你给我，那你给我，不用全部。啊，如果不小心弄全部也没关系。可以。OK OK OK，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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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！快淹死了，淹死！要死掉了！开始烧。撑住，伙伴！撑住啊！饿了，吃鱼，有鱼吃。对了，需要蛋水。好。哇，卖一块背景音乐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我有时候也卖一块背景音乐。很像啊，它就是叮叮声啊。现在都没有音乐，晚上都没有音乐啊。晚上有音乐很恐怖欸。可是没有音乐也是很恐怖啊。好，干！我怎么又喝海水啦？哦，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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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搞完杯哥，我真的要快去了。你没有喝水啊？我没有喝水啊。喝水啊，这里有啊。这里有。不然你再帮，你再把你的叶子给我，我帮你做。没有，他还没煮好。那一杯你先喝，然后你把叶子给我。哦，你给我叶子，好，再一块再一块，我需要再一块叶子。好，这附近还有没有叶子？附近有吧，我给你。OK OK OK。盖哪里？我盖这，我盖这。等一下在哪？赶快，大量生产干净的水。哎，再盖一块。OK， 耶、yeah, ，我们越来越大了，想起来快，我们地基越来越大了、哦，我们好大哦 ，OK， 哇，我们这一局算活下来了，我刚刚差点死掉哎、欸，是什么？我刚刚生命低到只剩下大概 0.1 吧，然后紧急赶快喝一杯水、哦，我们的地也扩大了，开心，耶、yeah ，我这边继续烤鱼哦，我这边很多鱼，我继续钓鱼，所以我会第一次啊，跳第一。嗯，我可以建东西。他像那种木质锤子，可以按住右键去选择你要建的东西。好啊，那你先盖，我继续钓鱼。我们需要互相合作，你恭喜吧。恭喜。继续钓，继续钓。基础加固物，土地、茅草屋、筑自强。哇，这都一定会钓到鱼哎。我怎么觉得我们应该做木桨才对啊？
你要加快那个、哦、船桨啊，船桨。哎、欸，这个架子我没办法装水，你可以装水吗？啊、因为你那个、啊、水还没有装。哦，直接拿到。哎、欸，我拿到碎片了，终于。哎、欸，海是变大了。哎、欸，海变大了。对不对？对，海浪变大了。对，好运。嗯，晕船。为什么要讲两遍？我讲两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为什么要讲两遍？为什么我要讲那么多次？我也不知道。不办。反正海浪变大了。真的，快晕船完了，我晕船症。晕船算症状吗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有土豆哎、欸！哦，土豆！工商费拿来哦！我没有讲什么，还不错啦。我们这次生存基本上也已经成功。哎、欸，下雨啊！哇！我们会不会太快速缺水啊？会吧，下雨为什么缺水啊？你下双雨。哎、欸，这个为什么不能煮水？因为你那个煮好水还没有先装完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我杯子里面有装水，难怪不能装水哦。白痴，我要喝到盐水了啦！哦哟，哎，这个技术流，我们还有技术。不是，都会不小心用到啊。你刚才也是啊，我刚才喝完，然后又那个。哦，很烦哎、欸。在海上，虽然我们在室内好了，我们在玩游戏，可是在感觉在玩这游戏的时候，感觉好清凉。嗯，你看起来人也长得很清凉。我可以一边钓一边看你，因为他会有通知。好，你很不专心哦，但钓不到鱼哦。哎，不会哦，会哦，不会哦，哦，超多鱼的好不好？超专业，钓鱼王就是我。超专业是什么？专业啊！你看在讲专业，专业是什么鬼啦？哎、可以做那个啦。做什么？啊、我的钓鱼竿坏掉了。假。对，坏掉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的实况呢，也成功活到现在啦。你现在拿着那个，那是铲屎、啊，那明明就是猫咪的铲屎棒棒。猫屎铲吗？嗯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呢，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。想知道这期影片系列，记得点下你的订阅的举报面的哦。OK， 我们下一回继续冒险，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